Hello 岛奇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下我们的布鲁塔荒野乱斗啦。那现在是我们9月1号的晚上的10:11，好不好？现在才开始要来录各种的这个影片，好不好？最近真的是忙到一个爆炸啦。不过应该到今天差不多就应该会到一个差不多的这个尾声了，因为比较长的这个大的这个出门行程啊，应该就会被缩减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是可以再找时间来开个直播啊，跟大家互动，然后继续把这个影片的这个流程给他就是弄好啊。因为其实那个什么呀，就是拍影片这种东西有点像是跟你睡觉一样啊，就是因为怎么一天就是拍六部影片嘛，然后六部影片如果没有在白天或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话，我就会用到这个晚上的时间。那晚上做完之后的话，可能花比较久时间的话，那我隔天可能就会比较晚的这个起床。所以就是会一直那个虚应接近一直往后拖往后拖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天是特别累那样，然后直接把东西给一次弄完才可以有，那应该就是今天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加油加油加加油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，像你上次那种就是永远睡不饱觉的那种感觉哦。不过是因为整个八月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忙，所以这边才比较没办法。不过确实是过得还蛮爽的哦，这个可以看这边这个 vlog 影片就可以知道哦，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玩有趣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晚年人生也是不错。晚年人生没有啊，才在30几岁，我觉得30几岁我看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人生规划了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朋友聊，他也是觉得就是那个什么呀，也是觉得就是那个可能到30几岁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其他一些想法了哦，就是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更好做的事情啊，或者更想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三十而立嘛，对不对？这句话也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，这样子啊。哦，完了，哇，直接被吃死了，各位。但基本上，因为我本身就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玩游戏，跟就是那个做直播啊，跟互动这一块，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离开我的这个，不会离开我的这个生活，这样子，都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快去把他们给弄死呀、啊，哥！这个，哎呦，我居然没打中，看起来可以。好，一个6-6哦，而且我们这边是吃了蛮多这方块，应该是可以就是反打一波了。昨天太久没有玩这个机器人了，各位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机械的双人组就太久没玩了。哦，我们这边炸超多下的哟，加油哦！没有让那个弄到哟，可以哟，炸两下缓解。哦，上来，艾德加 ，nice， 有喽，各位。我真的觉得，你看现在，我就算今天可能玩到就是那个，不是玩到，就是我今天忙到可能就是那个晚上10点多了。但是玩游戏确实是会让哲平顶输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看玩游戏真的就是顶快活了，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。我真的目前来说，人生最开心的大概就是，好险我真的是靠了这个 YouTube 啊，我也差不多做了10几年哎、欸，我靠了这个。最喜欢的这个玩游戏，就是我玩游戏，然后可以就是那个一直不断的这个玩游戏玩了10几年。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一直做重复的事情会很无聊很累，真的有一些 YouTuber 也是这样而不做，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真的很爽，我真的太爱玩游戏了，各位真的很喜欢玩游戏。然后就是不论是就是手机游戏啊、电脑游戏啊，或是卡牌游戏，我都很喜欢。所以真的是每天都给他排满满了，真的是很舒服、啊。只是有时候真的还是会想要休一下。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我以前上那个黑羽的节目的时候，我就有讲，就是为什么哲平不喜欢休息的这个原因。因为你休息的话，在这个自媒体这个影音的这个行业啊，因为就是大家的选择很多嘛，你一消失，你可能就像是一间店，你可能差不多那个可能1-2个月没有开门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除非就是你是那种就是超级名店，但是哲平不是那种超级名店，我比较像是夜市小摊贩，就是每天都有，然后就是给你吃到那个修个短袜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什么餐点都有，然后你可以吃很饱吃到爽，我感觉很像那种自助餐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我自己超像是自助餐的，然后用自助餐来比喻自己，好像就更明显，跟更能够去理解的。对吧？所以我就不是那种就是能够就是休太久的那种频道了哦，因为我的这种就是给别人这种就是看的那个修够短袜这种东西，就不太适合就是那么久才跟你吃，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重点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这边的东西应该还是好吃的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了哦。好，这边我们一个2-5，这把比较尴尬一点点，我们这把太多这种就是。比较远程，然后刚好这边的这个艾米啊，又可以就是把我们这个隐身的这个部分弄出来，超级麻烦。完了完了，我靠，完了！哇，一个6-6:2了呀，完了呀！
因为这把不是排位赛，这把是那个猪猪券哦。猪猪券的话，就是你要获胜才可以，就是拿到比较多的这个奖励。而且我们这一次这个小队啊，大家都超级努力的，大家已经那个嘞，已经把那个小队干完了。大家已经把小队的那个就是猪猪的这个铺满啊，已经打到这个第四阶了，差一阶就全满了，真的超拼。啊，完了！我靠，我觉得玩那个假机也是不错哎，我们应该是要爆开了。哇，我们的卷子又浪费了，各位。哇，哭了，各位。这好像是要获胜才可以打一些东西啊，但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还剩下18场这个胜利啊，各位，加油，我们9张卷子要努力把它给打完了哦。拜托，再给我多一点胜场啦，各位！乱斗足球 ，Oh my god！ 我先看一下队友选什么哦。队友选的是什么？这关的地图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就是去炸他的那个范围的哦。然后强健伙伴，法兰克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加速仔哦。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弄点这个鬼东西？就是把他们那个地板都弄的那种一直持续的这个减毒，把对面给毒烂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应该不错，因为法兰克就可以把就是他们那个周围的一些那个墙那些给弄掉，我觉得应该还行哦。来吧，各位，喷一、喷二、喷三。哎，完了！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？出不去哦！一直毒，哎，完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！我怎么感觉我回的没有很好呀？对啊，我回血回的没有到很好哎、欸。哎呦，哎，狂牛怎么还在啊？我靠！那个队友好像杀不了人呢、欸，玻璃蝎。虽然我觉得我毒不够毒哎、欸，我毒得很不毒哎、欸，我天，哎、欸，干嘛呀？我、哦、打烂了，可以哦。哦哎、欸，我靠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他干得很好哎、欸，只是踢进去之后又被捡回来了，不然其实蛮强的、欸。哇，这把这个很燥哦！完了！哇，他们这边超级大爆炸，而且我觉得我是有点小lag的耶，是我这样的感觉哦。拜托了，冲了！哎，不是你踢干嘛呀？我靠，老哥，你怎么不直接走进去呀、啊？啊，不是，好险，我们这样赢了。我想说，哇，他刚刚如果直接走进去，还有点机会的哦。Very nice. 好，我们现在努力守就好了。守住。毒烂，我要当毒大师。哟吼，有了，各位，完美啊！这个还行啊，是不是，各位？这一波，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到很痛哎、欸，我以为我们那个毒就是可以直接毒烂的，结果没有啊，真的蛮不痛的啊。我想说应该可以的，哇，乱斗足球继续，我看一下啊，地图也是一样的，那我这一次不能再玩那个毒人了啦，先看一下他选什么，他选这个的话，然后哇，克尔特，哇，你们怎么都这种的要怎么办呀？我的天，那就艾德加好了。我觉得艾德加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玩起来有点小lag的感觉呢，是不是网络又在怪了、啊？我们最近这个网络好像都有点小那么一点奇怪。那也安呢啦，那也安呢。好，罗奇，哟吼，妹妹，哎呦，我靠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靠！守不住啊！我先吃，你们去前面了。我来当这个攻击手。
我继续吃，我继续加油。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。哇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